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这个富兰克林哦。今天呢，带大家到我们的私人小岛会馆来去参观参观一下哦。我们现在呢，在位在这个东北角的海岸线，我们现在要开这个可爱的小车车过去哦。这台小车车是什么名字啊？我们现在位在这个地图的右上角这里哦。古罗蒂史丁格经典跑车啊，这个。从这里开到那边去呢，只要短短一小段路，咱们就过去吧。慢慢的开下去哦，可以看到，还有超大游艇嘛，是不是？没错，就是前面一整排全部都是这个私人的小岛配置啊。然后旁边，等一下我们先走三条路，从哪边开始啊？我们从左边开始好了。左边就是有个加油站，还蛮人性化的啊！这小岛旁边就有加油站。OK， 我先把车放在这里哦。哇，各位有看到吗？那个海水喷发起来那个景象啊，蛮壮观的。OK， 那旁边这边有这个，这是电话亭，还有垃圾桶。哦，非常人性化哦。我们从这边过去好了。我们来看看这个便利商店有什么东西。东西还蛮多的嘛，什么东西都有，饼干、太阳眼镜，这给游客用的吧？还有这个机油 ，OK。然后等一下，这个人这边打手机很危险啊。接下来我们直接上楼梯看一下那个这个私人小岛有什么东西。呀，这楼梯有点高啊，这是给巨人用的、啊。上来上来上来 ，OK。然后这里，等一下前面好多辣妹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楼梯是不是可以上去啊？如果可以上去的话，就太好了。可以哦，直接打三楼啊！呀，这个门可以进去吗？不行，被反锁了是吧？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们就继续的。探险一下这附近有什么东西好了，来，好下去，爬下去，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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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刚才看到一堆辣妹，来看看辣妹。等一下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是卖什么东西啊？不确定是什么东西啊。然后这边还有，我怀疑他没有穿衣服。我们先看这个好了。这边有台风车哎，还有这个马克杯明信片，还有什么 candy box？ OK， 好险他有穿啊，不然我就要打马赛克了。这是准备要去跳海游泳了，看起来非常的开心哦。我们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。哇，喷发的样子啊，好帅啊！这边是晒太阳的地方，喝酒、晒太阳，然后还有拍照的地方。OK， 这个老头在这边卖这个水果啊，这个水果非常的好吃啊。然后再来是卖热狗，哎呦，还有投篮机耶，是不是？这边还有什么？这边是给游客买的这个当地的旅行包哦，防晒乳液哦，还有卖冰淇淋。老大，我要来一个冰淇淋啊，水果口味的、啊。这个下面还有什么？酷哎！我听说这个小岛附近有个超大巨齿鲨会出没啊，所以他们在这边拍照，希望可以拍到它的身影哦。那先看一下，那个人偶好好笑，这那边端一端一端一的，这边还有警卫啊，下面有警卫，然后一排的跑车。我看啊，这边为什么有人站在这里啊？这是到夜店的，这可以通往夜店，不错不错。那我们先看一下这边还有，先看下面好了，晚点再去夜店。那这边上去的话也是另外一个住宅区。等一下，这边有一个，这个是刺青师啊，
当地的刺青师。错哎，下次再来刺青好了，你再去晃一下。哎，这个是通到哪里啊 ？OK， 我们看到这个通往游艇的方向啊，这边有一个小丑在那边跳舞。怎么他在太空漫步啊？嘿嘿嘿嘿，这家伙挺有趣的、啊。这个很有趣，咱们看看还有什么动作。这好像是警察局耶，这里居然有警察局，哈哈，酷！他警察局的盾牌上面两个弹孔，是代表警察局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，这里面只有两个警察而已耶。然后这可以进去吗？没有，进不去哦。这是什么啊？报纸吗？那个旁边应该就是医护局吧？看到一个十字，医生跟一个就是救护人员，对，里面还有个医生。OK， 这是小型的，然后旁边还有直升机。紧急品啊，它是这样子救援比较快嘛，对不对？有人落水啦，这边直接坐直升机到我们的洛圣都啊。夜店我来了，看看夜店有什么。哎，这是哪里？传送到夜店去了，真的耶，酷。DJ 还没开始，我们现在直接进入这个夜店，然后还没有开始啊，可能稍等再一下下吧，那个夜店就会。正式进入到我们的高峰期了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先去碰碰这有什么东西啊？这边有吧台，吧台的酒什么酒都有啊。里面呢，这是通往到哪里的？休息室吗？还是 DJ 室啊？看看，哎呦，这是撞球私人的小撞球会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这个放音乐的地方啊，然后还有射飞镖。游戏机的地方啊，对，那这是 staff only， 这是员工的休息室啊。我听到音乐了，开始了，好嗨啊，好欢乐啊，满满的人呢、啊，这样这个妹在看我，看他一下，还是对我看啊，露出了一些这个奇怪的表情哦，我怎么觉得他长得很奇怪、啊？他叫我拿酒喝啊，不要啦，我还要办事啊。他还有喜感哦，来啦，看一下这边有什么。哎呦，这两个辣妹长得很像哦，是姐妹嘛，对不对？他怎么长得很像某个艺人啊？等一下，另外一个人的手在干嘛？他在干什么啊？他是在跳舞还是有手上有拿东西啊？我怎么感觉手上有拿东西？好，我们去另外一边看一下，这边是也是 stop only 的，等一下就是往上的，这是这是什么？这 exit 居然进去了，然后这边是二楼的那个吧台，然后这边有 DJ 室，哇！好专业啊，他居然在抽烟好专业。哇哦，就差没有 band 了，有 band 就更好了。这个音乐不赖，音乐很好。后面的 bartender 居然去摸鱼了，我还想来一杯 shot。然后我们回去这个私人的小岛好了吧？那我们先看一下怎么回去。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啊。啊，回去了，传送到我们的私人小岛了。OK， 这边呢就是有的，这是怎样？这是 babysitter 嘛，这个是保姆在这边滑手机啊。OK， 然后我看一下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直接去看一下我们的游艇好了。这是要买票吗？不是，这是买
哦，他卖项链跟首饰啊。哇哦，珊瑚礁的岩石在这里，呵，好大，绿绿的。对，旁边还有这个，这是，这好高哦，这什么啊？哇，酷，这样衔接下来这边，模组做得很棒哎。好，我们终于到我们这游艇了，哎，这游艇，游艇好大间，我进去看看可不可以开船啊，好不好？呀，怎么？哎，跳海了！哎，这样怎么当啊？我只是想要开船而已啊。呀，怎么开不动？我开不动啊！他没有松绑啊！我来松绑一下好了。可以，刚好啊，刚刚好。水哦，变形的啦，很烫啊！切换一下视角，哦呦，看一下，哇，等一下，我刚看到一个东西飞起来，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某汤啊，直接遇到这边出现巨齿鲨了，直接跟在我的小船后面啊。巨齿鲨后面出现 bug， 哈哈，它破图了。它是因为模组太大的关系吗？巨齿鲨出现了！喂，我们行驶到我们的可爱的小岛去好了。我真的是靠过来了，我要跳一下海，不要咬我啊！我要潜水啊！哎，鲨鱼嘞！啊，被它吃掉了，太鸟了吧！这样游过去，它不是要攻击我吗？它其实还蛮温驯的，你看看。OK 啊，这个小岛就要到这边啊，那喜欢帮我按个赞，帮我多多分享一下啊，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